跟风云人物坐同桌是什么体验？就是他分的那像大桌同桌啊，真幸运。你说，哎，人家想把桌子坐。这陆林雨怎么这么受欢迎啊？他特别喜欢打架，还特别凶。曾经有人看到他把女生都凶哭了。啊，他不会打我吧？我只能送你到这了，祝你好运，我先走了。这是我的座位，原来是我们宇哥的同桌啊！来来来，坐。听说你年级前十，以后宇哥的学习就都靠你照顾了。没有了，同桌之间互帮互助就好了。这样互帮互助，那去帮我买瓶水吧。自己有手有脚，自己的事还是自己。我去。给你，哟，不客气，冬日，是假的。那个，让一下，吃饭了，麻烦了。哎，让开，我要出去。你不是坐着吗？不行啊。他好像也没那么坏。好看。宇哥，你笑什么？啊，好累。有一个强迫症室友，竟然这么好。哎，完了，咱们宿舍最恐怖的人回来了。怎么又这么多垃圾啊？你们是垃圾最好抢吗？来呀，你回来了。笑笑笑，你看你桌面多乱。我刚到床上，一会儿就下去收嘛。不行，我受不了了。小兰，你以后一定是个贤妻良母，我们以后就叫你贤妻吧。打住，贤妻可不是一个好词。你看看你的床，我刚做完手部护理，不能干活了。起来，真是要被你们气死。来呀，给你做室友太幸福了。滚！小兰，我桌子收拾干净了，床也没有味道，也不是脏，就是用的久了发黄而已。马上没了，没事，你比他们俩好多了。哎呀，这些东西从哪里拿的就放回哪里去嘛，你们也不收拾一下，就我强迫症，我活该。当你跟食堂阿姨很熟。阿姨，我要这个。羊奶油来了，哦，你真我靠，危险！给我再来点，够了够了，吃不了了。都是老板，恭喜！嗯？他为什么那么多啊？嗯？来来来来。你不要羊奶那么多，咋在做排练啊？快那么快！我告诉主管去。阿姨，给我把这个倒一下回去吧。没事没事，就是他打他一下，我特别重，打的特别多。嗯、王姐，不用给你添麻烦吧？没有没有，要打多少随便你。主管，你老板亲戚上水。老板亲戚不能砸那么多，不值五块吗？都打六点。这是老板的妈妈，每天在家里无聊。来工作打发一下时间。啊，阿姨，这也太好了吧！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今天又是一期贵族学校幕后大公开，请看大屏幕。还记得这张合照吗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是 P 图的？其实真实的拍摄是这样的：先固定好手机，按全景拍摄，以小兰的视角假装拍一个自拍，然后呢，我再离开。好，我上啊！慢点，别！我到了，现在看，深情的看着小兰，假装入镜，这样就可以啦。第二的，就是情人节送花的那个场景，大家都以为买了这么多束花吗？其实真实的拍摄场景是这样的，每个人手里拿一下，然后重新下一个人，把视频合并起来呢，就。最后，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新系列，当尖子班和普通班合班上课了。贵族学校呢，
只会偶尔穿插更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会更新的啊。后面呢，我们会持续出更多其他的系列的。我知道很多人都想看两个人在一起，但是学生不能。这个系列你们就看不到了，就当留个遗憾吧。毕竟谁的青春没有遗憾呢？如果再见不到红着眼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？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你来过第十七线。杨尖子班和普通班合班，有人举报早恋，王兰，是不是你带着我们尖子班同学的？妈，是我们尖子班的学生。你不能这样说我们班的。老师，是对方给我送，我没有早恋。过分了，为什么只说我们普通班的同学？对啊，是不是歧视差生？普通班的氛围好像跟我们班不太一样。我带的尖子班同学怎么可能早恋？就你们普通班，普通班的同学怎么了？普通班的同学不就成绩差了一点？但是我们敢做敢当。老师，你真应该好好教一下你们班的同学。哟，这傻小子还挺有担当，还学会顶撞老师。你看看你带的学生像什么样子，你又出了社会，估计也没什么出息。周老师，我希望你跟我的学生道歉，他们只是成绩不好，又不是十恶不赦，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偏见。你老师，我可以作证，确实是咱们班同学递的情书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你还拒绝，我这么好听说有人喜欢你，你别不服。老师，我也觉得你应该道歉。怎么，老师做错就不用道歉呀？对不起，拿送情书的，过来办公室。同学，你好酷呀！我收回对你们的偏见。只能说你现在眼睛好了。你为什么帮我说话呀？因为你们太吵了，影响我刷题了。直男，这样才像一个班级嘛。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赶紧赶紧，上这门课要抢电脑。为什么要抢电脑？啊？不用吗？那不然抢不到好电脑了呀。你看，不用抢，咱们学校都是一人配一个包间，一台电脑，电脑都是高配型。哦，还有双人间、多人间，你自己选。哇，有包间，岂不是玩游戏、听音乐，老师都看不到？那我要和你一间。好，我要跟你一间。孤立我呀？不行，你们跟我闹一个多人间。更玩游戏了，一起玩手游吧。好。同学们，这里呢是网页的主播，把你们的游戏手办两个动画笔记。网页制作。又是一个差距，别人都会网页制作了，我听都听不懂。我要好好学习。看来是个跟我一样爱学习的。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。谢谢，我正好听不懂 HTML 的创建。黄晓，你叫我要好好学习？太幼稚了吧你！废什么话？那我就要叫比我要好好学习更强。你用我所谓的名字是不是叫好好学习？那王晓的网名，我要好好学习。哦，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学校有全校组织拍证件照，大家要准备一下哦。证件照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同学，你好。拍个照专门找个仪态老师。小兰，你怎么不准备啊？你就证件照而已，会不会有点浮夸？这叫浮夸，我觉得完全不够。这个证件照会变成你的准考证、毕业证、各种证的照片，一旦拍丑就丑一辈子。我是想留在青春里的样子都是很美好的。我也跟你一样看不惯，干嘛这么浮夸？咱们两个就这样拍。怎么，你没有拍情侣装啊？不给啊。你这穿校服，我没有看不惯，我也想要青春记录的都是美好的样子，只是没有这个条件而已。那我的造型师和化妆师帮你弄吧，就怕没事。不用了，我总不能一有问题就靠别人吧。难道我们班拍摄了？走吧。那你怎么办？什么都没搞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老师，我可以自己处理我的照片吗？处理完我再交给学校做个证件照。当然可以，让你自己后期处理。
咱们学校一直都很支持学生有个性的主张呢。谢谢老师，想到解决办法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批一下就好了呀。这次终于是我自己解决了。聪明，我修图很厉害的，拍一张秀给你看。怎么会走散了？那时候最好的我们。你干嘛呢？你哪都有你，我关注你啊！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我都进贵族学校了，你还在以前的普通学校，跟你一起玩会拉低我的档次。我现在的朋友啊，要不就是上市公司的女儿，或是校董的儿子。你爸爸跟他们比啊，差远了。我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势利眼，在我们面前就老实巴交的。我要放眼往小看，让他看看他到底喜欢了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一定是出什么事了。这次在哪儿？我过来。没救了，这个恋爱脑什么眼光？我也觉得小狼不是这样的人。以后啊，咱们就别见面了。你是不是非要我这样说你才满意啊？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故意这样说的。我只是觉得你在贵族学校的朋友又有钱又有地位，我怕你跟我这个土包子在一起玩，他们会看不起你。在这好的环境，并没有高人一等，而且如果跟朋友在一起玩，不担心对方让自己丢脸，我觉得这样的人不配有朋友。我带你去认识我的新朋友，他们素质很高的，不会这样嘲笑人。这是我以前的同学小花。他一直是我们班的第一名。你好，小杨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，我叫徐婉。虽然你确实苦苦的，但我就想跟苦的人一起玩。他也是我的同学王晓，他就是校董的儿子。你们都好有气质啊！我带你去参观我们学校吧。我们这里有高尔夫球场。真的好，还有高尔夫球场，就是啊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都惊呆了。不得不承认，你眼光还挺不错。记得保持微笑。当尖子班和普通班合班。同学们，咱们学校决定开一个实验班，就是把重点学霸班的同学和普通班的同学合班上课。是不是想让我们普通班同学把政治棒带坏了？我觉得可以偷袭，看看他们。这老师应该怎么反正对我没影响。安静！现在普通班的坐左边，尖子班的坐右边。你们的班主任是原来尖子班的班主任秋云，副班主任是原来普通班的班主任张平。啊？嘿，那个最严厉的班主任有没有搞错？岂不是两个班主任管着？你好，听说你是全校第一啊，我专门挑你旁边坐来的。还点点头，领导巡视吗？学习还了不起啊？哟，第一天就有广腰围啊，科班也还行嘛。大家安静一下。和什么班呢、啊？普通班吗？同学们安静一下。上课就要安静，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教吗？还是这么好欺负。一点脾气都没有，怎么当的好老师？你怎么知道我当不好啦？又不是只有凶才能当好老师。哟，这不是会发脾气吗？下次他们再这样，你就这样。完了，好日到头了，感觉合班会很有意思。